你是阿爸蔡小子，虽然他死里活塞，只不符合必定安心，从听在条苏南之中，先想这方大王蔡杀胜苏南，如今他同志黄金最近苏南中将，如今他黄金将难来了，快快死大王！哎呀，娘娘，这样大事不怕我娘。娘娘，我心大患，不是我家老王爷父亲就当老娘回复来了。娘娘，父亲驾来！爸，我让爹父亲驾到。
刘公兵把我王府团团围住，此事何故？为这父母赶来，所为何事？良儿再保命。大人虽是皇子，父母赶来对我爹爹也是心动细细。这么，母亲，这小子想要小车夫待呀？啊！孙安大人想要小车夫待我，为这皇子定事，莫忘也父亲将粮将粮。王府哪有消的？夫人，当孙安疾病不消，老夫也要消他即消。好，王爷，夫人，日子多过，做得何事才得金枝？当孙安乐就消车吧。遵命。王府左右。宋昂傲慕我同求爱青天地谷开向往一流左右随我车来娘乐者亦知做的何事并无谎话之事啊！谁敢此在红袖？姐姐快请小姐到来王爷小姐他大爷爹爹母亲妹妹他哪里去了他啊他出国下了可留不舍得臭他陪了信息长官岂能吊枪去？
成交将，当孙昂乐就暗路接我吧。如此听话到卖借动光火挂灯，为暗夜行歪莫忘影。大人请便。